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臣有。臣与和珅、陈祖辉会审王胆望、王廷赞，在铁证面前，他们又供认，当时建梁之役请旨，皇上尚未下旨恩准，王胆望便已开始暗自实行，实属胆大包天。建粮初始，他们没有收过一担粮食，全部折合成了银两，而且每个建生还要追加工费4两，杂费1两，每个建生要交55两银子。王廷赞接任布政使后，又加收杂费1两，升至56两啊！皇上，哼！还有，甘肃历年所报灾情全是捏造，事先各道府县首汇聚布政使司衙门，王胆望已将各地的灾情分布好，也就是说，每年年初的时候，他已经定好了各地受灾的情况，然后把建粮指标的额度分配到各地，也从不派人勘察监督。而且也从不用此银购粮放赈，26州县申请建仓储粮，国库为此而调拨20万两白银，也全部被他们吞没。本应建仓储粮，却未见一砖一瓦呀！可恶之极！拿4名案犯的黄泽来。这。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。虽然是在现在，镇人案、冒秦殿的勾决之列、素服点烛，杀人是大事，一定要郑重庄严。原总督乐尔锦有失察之过，责令自裁。原甘肃巡抚王胆望斩立决。兰州知府蒋全迪斩立决。至于王廷赞嘛，朕准其不死，但所报不尽不实，可又擅自加收杂费，咎由自取，斩立决。拿下头来。皇上，以下是侵吞20000两以上，以及赃银不足20000，却有贪污建仓之银之事的，共有22人。斩立决。斩立决。敬请皇上三思，全活其中一二。敬请皇上法外开恩。纪晓岚，你的意思呢？臣的意思，皇上，人情可看，但天理难容啊！就依你说，此22人斩立决。来人，且慢。皇上，犯官尚未完结，以下还有贪污10000两者。共计37人，还有这么多呀？这37人以下还有贪污5000两以上者，共计82人。皇上，甘肃百姓饥寒交迫，全是因为这帮贪官鱼肉乡里，若不诛杀，实在是难平民愤了。陛下，纪云所言大谬，这些官吏平日多有苦劳，只是一时糊涂，区区5000两就要他们一命，这实在不公。何大人，你好大好大的口气啊！区区5000两，你知道这5000两能在甘肃干什么吗？啊，它能使一村的百姓丰衣足食，它可以买黄花闺女数百人呢。何大人，难道百姓的命就是这么贱吗？纪云，你们别吵了，让朕考虑考虑。车主啊，车。皇上，难道您要任凭这些赃官逍遥法外吗？朕想过了，给所有的犯官分成20000两、10000两、1000两3个不同的等级，20000两以上斩，20000两以下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们意下如何呀？皇上英明。
纪云，你为何闭口不语呀？此意，臣不敢苟同。讲。按我大清律法，贪污1000两以上者斩，你分为3等，分明是为了划定界限。这批贪官如不全杀，使吞舟之鱼漏网，令不法之贪官污吏心存侥幸，继续为非作歹呀，皇上。那好，你指贪污10000两以上者斩监候，9000两以下之优发黑龙江充当苦役，预设不适，妻子不准应考出仕。判完了，有何疑？圣命裁决，臣不敢异议。臣只是可叹。可叹什么？臣看过刑部档案，皇上出政5年，步军统领鄂善因贪污1000两，立即被斩。与如今这些人相比，这鄂善不是死得很屈吗？住口！大胆，你犯上命！和珅、陈辉祖，你们出去。这。纪晓岚，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恨贪官，你恨不能把这几百贪官一并的杀了，是吧？是。不如此，不足以震慑天下贪官之黑心。朕的朱笔一挥，他们全死。震慑天下贪官，说的容易啊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这次甘肃盗府一上，一扫而光。可是总得有人来补缺吧？可是谁能够保证啊，新来的他就没有贪心的亡命之徒呢？刚刚杀了的都是肥鸭子，可刚刚送来的都是空肚子的鸭子，他们靠什么养肥自己啊？还不是食民而肥。我要是再弄一群恶狼来，为国为民，朕总得有个交代呀！啊，这里面有多少州县官，朕何尝不痛恨他们？可他们在王胆旺的手下，养人鼻息，唯命是从，进而一体分肥，触犯刑律，这些人法不能免，多少还是有情可原吧。如今罪分3等，朕以为和珅的想法还是比你周全呐。皇上所言极是，臣谨记在心。不过皇上啊，臣也有一个忧虑，此例一开，这今后官吏贪污个10000-20000，他不当回事儿了。秉政之初，百废待兴，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立国威。就说鄂善吧，1000两银子就要处死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如今幕府民风，府库丰盈，历代盛世莫如今日。而朕呢，十全武功，四库全书，也许朕是陶陶然了，有点沾沾自喜，自我感觉太好了，所以才敢花这么多银子。而底下上行下效，底的排场也大了，1000两银子也不算什么钱了。臣所虑正是这个。以史为例，汉武帝、唐玄宗，国事之盛皆为空前，而当初何尝不是兢兢业业呢？后君臣代行，奢靡成风，那唐玄宗竟险些一夜之间丧国辱身。这汉唐国运盛暴而衰，急转直下，从此不可收拾着。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臣拳拳之心望圣上见谅。难道在朕的治下也有这种迹象吗？纪云啊，你就是喜欢危言耸听啊。不，皇上，痴迷成性，贪污成风，漏规变作成例，为官者肆无忌惮，人人敢残民以成其私欲，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。最终只能是铤而走险。绝非危言耸听，而是居安思危，冒死直谏。越发的危言耸听了。哼，你明明知道朕不会因为犯言直谏而杀害大臣，所以你才在这儿
大胆的畅所欲言。什么冒死之见？你是给朕撂闲话呢？纪晓岚，看在你一片苦心上，朕只想回复你一句话：今后若有聚敛渎职，进而激起民变者，格杀勿论。哦，